欢迎观看撩人日记短视频。你们以后在一起，孩子必须跟我们姓，姓乔，你同意吗？是。妈，没办法，我们家条件比你好太多了，还有企业要继承，耀娜是我最宝贵的女儿，所以孩子必须得跟我们姓，我希望你能理解。当然不理解，就是没有，就是你要是不同意，那你俩就别在一起了，等你考虑好了再来找我。说孩子跟我姓，但他没说几个。我们可以生很多个孩子，有一个跟我姓，其他的跟你姓不就好了？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